怎么，你想通了？告诉我吧，你的决定是什么？跟着我吧，我会对你好的。我到这来不是要听你说这些话，你是铁心如此，我们已经没得谈。我屈尊降贵的看上你，居然敢跟我说断？就算哪天真的要断，那也是我玩你。看来得绝了你这念想。想杀我，那要看看你有没有这个本事。我饿了。到底是凡夫俗子，蠢的可怜。你还走了？是，我叫思涵。你活过吗？他没死，我倒要亲眼看看你如何死而复生。那就别怪我心狠手辣，竟是些对付阿猫阿狗。谁允许你用这种口气跟我说话？